OK， 待会维持这样热情。对，哎，参赛者，我跟你说，老师上来呢，我们叫 solo 表演一段。那你的尖叫声越大声呢，或许就加点分数了。对，一定要大声叫。OK，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欢迎第一位老师，是我们的活力十足的若倩老师。欢迎美艳女神若倩老师。亲爱的朋友，你的尖叫声。比我还要性感的，有性感精灵之称的小涛老师 ，Come on！魏强老师，Hey 07s, I don't think they was believing us the first couple of times we did this. Gonna give them one more injection. For all those non-believers out there, they make believers out of y'all. 70, 13, get up, we gon' make a move like this. Move like this. Move steady, boots on good top. This shit, lock every joint, take a snap from the wrist. Above ground, this slap, underground shit. Need like this one, three mic tricks. 7 and 8 G's, we rock this. The knock on this, cause we rock this. Take them down, tuck them in, good like this. Tongue in, lips out, fuckin' for them suckers. For my men's and my niggas and my dunks. 现场朋友，你的声音在哪里？
motherfuckers can't fuck. Because your love is busted, discuss the detail later. Hammer so bananas like those are feet bigger. Grandma like Decker Allen Cole, with behind an island soul in the middle with that ghetto go-go. Grab your shit and head for the door. If you ain't hip-hop, then I don't wanna see you no more. Just move out, move out, move out. Let the B-boys cut up the flow. DJs took the record, write this record. We gon' read it and won't come on. Yeah! 接下来不得了啦！喂，接下来呢，他带来两位专业的舞者，就是我们两个，欢迎我们的关林老师。Yeah！ 哇 ，Saturn 的更大。老师带来糖果啦！哎，要糖果的，要不要糖果？赶快来！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来来来，要糖果的朋友，哪边要？把手举起来，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在哪里。哪里要？我要看到有人举手。声音在哪里？哪边声音大声？他要不要？哪里有声音啊？太小声了！没有没有，你手在哪里？举手的都有啊！要吗？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尖叫声？手举高，老师，哪里？手举起来，还有哪里要？还要不要？手举起来啊！双手举起来，打拍子打拍子，哪边热酒就往哪边丢多一点哦。给，要不要？太小声。说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就是要我们请到我们四位评审一起上来在台上，然后我们要从这边拍过来。拍 OK， 欢迎四位评审老师。是 ，Yeah， 哇，各位，我们要一个来一个大合照，好吗？想跟评审老师拍照了，赶快站起来，站起来。对对对对，待会我们从这边拍下去。所以呢，各位你要自己找位置。评审老师站前面啊。往中间，往中间，蹲，坐下，坐下，可以蹲下，好，小心喽，小心喽。Yeah。后面的朋友，你们的动作呢？手举起来。你们的动作呢？挥手。你们要一起入镜的好吗？Yeah， 谢谢，谢谢我们四位评审，也谢谢我们全部的朋友们。我们请评审老师回到评审席了。好嗨啊！还要糖果吗？要不要？大声一点，要不要？要吗？
待会呢立刻叫工作人员上去拿，待会只要有空档呢就送，好不好？万圣节嘛 ，OK， 万圣节就是要拿糖果，对，没错 ，OK， 好了，介绍一下今天的评分标准。好的，今天我们评分标准有分为两个部分，三个部分，三个部分，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舞蹈的专业程度，第二个是造型的比赛。是的，在舞蹈的专业程度呢，评审老师会针对两个部分去评审，第一个就是你本来的舞蹈的专业度，对，第二个你所定出来的主题，对，跟音乐、跟舞蹈、跟你的表情是不是有一致的，是符合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造型的部分。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评审老师呢很辛苦了，对，我们今天呢会选出前五名，是，当天就会公布了，对，我们比赛完就会公布了，对对对对。前五名我们呢是最强的前五名，对，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五名的之外呢，是，我们会再选出最佳造型，最佳造型三名，没错， OK， 哇，精彩的比赛马上要开始咯。是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昨天呢是儿童组的比赛，对不对？对，那昨天儿童组的前五名，对，前五名就是今天的开场表演嘉宾。是的，首先呢，我们要欢迎的是，首先我朋友，好，我要欢迎的。